他说有一些技术并不需要很大的力量啊。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又快又漂亮，然后可以取得分数，可以取得分数，然后让你的来看你的崇拜者开心。他说最重要的是要让你的对手感到生气。他说用你的脚背踢，不要用腿踢啊。风在浪不想逃，花在美也不想要，任我逍遥啊。天越高心越小，不问因果有多少，独自醉倒。哎，好，今天光明天照，不求有人。